们在谈幸运的幸二代，信徒的孩子们在教会里，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是最大的福气。他们从小就听过福音，可是很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能够持守信仰。圣经里面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观念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不能绊倒别人。这个意思就是别人跌倒，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责任？或许你认为我根本没做什么。耶稣他讲这一个，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上丢在海里。这个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的人是免不了的，可是那绊倒的人有祸了。或许你我们不太熟悉到底是什么绊倒，我也没有把脚伸出来，我做了什么，我说了什么使别人跌倒。第一个在这里主耶稣讲的小子是谁？谁是小子？当然上下文里面讲到的是这一些信他的年轻人小孩子们，那就是信徒的孩子们。这些信徒的孩子们，他们跌倒，他们犯罪，他们离开神，放弃了信仰，这就是他们跌倒。那你我会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害了他们？耶稣讲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是没有错，可是我们没有心，但是造成了这一些种种的原因，你我如果我们没有去刻意的积极的是使他们避免跌倒犯罪离开信仰，我们都是有祸的。你或许你会讲，主耶稣不是都在讲祝福吗？为什么特别讲到有祸？这是因为主耶稣非常关心信徒的第二代，他们的确很容易流失，也看着其他的事情造成他们不喜欢，而且放弃信仰。圣经里面也很重视这一个，我们不要使别人跌倒。这也是主耶稣自己说的，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。你的身体里面，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，你就砍下来丢掉，免得你全身下入地狱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我们要意思是我们要做我们每一件都可能做的来帮助，特别是避免信耶稣的小子信二代不要从信仰上流失。主耶稣说的是那个把那个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面丢在海里，这是当时这个最恐怖可怕的一个刑罚。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的咒诅？原谅我说这样的话，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那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特别是信徒的第二代，他的信仰的能够传承，他能够建立，家长有责任，教会也有责任，当然这一个孩子他自己要负责任。我们也知道信仰是这样累积的，从父母亲的教导、圣经的知识，然后自己的体验，然后有信仰的那种传统跟习惯的建立，
无论从小学小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青少年，他自己能够接受说，这不再是我父母亲、我家里的信仰，而是我自己的，而且他愿意全力以赴，把它当作生命的优先。他说：“这个是我的神，我愿意。”而且他能够胜过试探引诱。这的确是一个信心的操练。我们知道，这家长要负的责任，可是这是圣灵他的工作，而且是这个人孩子他需要负为自己的信仰来负责任。可是我刚刚也讲过，我们都有责任，教会有，家长也有，也包括祖父母。那我们来讲。报告跟报告，许多的这个的讲，母亲的确在家里，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信徒子女他们最重要的活动跟对话的伙伴。许多这个成长以后能继续持守信仰的，他说：“我跟我的母亲的关系好，我们谈论有关信仰神，然后我也跟常常。”一起跟他一起，跟家长一起，尤其是妈妈们一起祷告。亲子关系的确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青少年的父母亲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有好的亲子关系，你就继续有影响力。特别是属灵的影响力。那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信二代能够持守信仰，很重要的是他们要有读经、祷告跟上教会这个所谓的信仰的习惯。教会家长也帮助他们也能够参加短宣，在教会里有服事，不是只是知识，而且他能够操练，有这样经历。很重要的一点，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这也是家长要注意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关心他的学业，他的这个等，我们不知道他的朋友是谁。如果他的朋友里面没有有共同信仰的，小心。而且他听的音乐是什么？他常常在接受的这些讯息或者这种资讯是什么？他的价值观是什么？这是父母亲要注意的，不是只是娱乐，不是只是音乐而已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，做祖父母的也能有同样的，几乎跟妈妈一样，那就是鼓励。孙子们上教会，成为他们的信仰的榜样，也教导他们读圣经，而且给予他们家中信仰的传统，这些都是祖父母们应该做的，而不是只放弃，或者说我不管，或者认为我们住得太远。我没有办法做到，没有错。既然有这么多的信徒的第二代信仰流失，那我们更要有这一个使命，要帮助他们回过来，回到耶稣基督。第一个是我们自己要转向神，就好像马拉基书所说的。当这一个主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心转向子女，弥补那个亲子的关系。或许我们过去有累积的，我们这一些破裂的关系。
我们当初所说的要原谅或者是要道歉，更多的是道歉，要让我们的成年子女知道我们是真的，我们想要弥补，减少我们的遗憾，一件一件来对付，也包括我们的媳妇，我们的女婿。因着我们这样的努力，我们才能够将他们的心指向基督，不是来在念他们，在要求他们上教会，而是借着鼓励、安慰、提醒，家庭的这种传统，我们来帮助孩子们，尤其是那些远离的神的、放弃了信仰的，甚至浪子们，回到耶稣基督来。